不像咱们家的，你这是在哪里啊？我那个，我在邻居家借住一下，因为咱们家那个水管有点坏了，需要修一下。哦，邻居这么好啊，既然让你住，是个女孩子吧？是啊，是个女孩子。哦，那也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啊，就算是跟女孩子一起住。 内衣什么的也不要随便乱扔，你呀就喜欢把内衣放到洗手间里面了。就算是跟女孩子一起住，也要注意一点，知道吗？内衣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妈。那个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，注意身体啊！爱你们，么么么么么么，拜拜。内衣。 我把它放在洗手间，然后忘了拿出来。我下次一定不这样了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卫生间一应冷潮湿，不适合挂衣物。内衣属于私人物品，贴身衣物，挂在卫生间容易滋生细菌，从而产生各种疾病。多谢科普，我下次注意。不客气。哦，对了。 挂在房间也不合适，最好能晾在阳台上，天亮之前能收走就好了。谢主隆恩。平身。干什么呢？锁门吗？ 高笑，你是在防我吗？哇塞，还锁门，真有意思。